他买无敌了。不是杰克，一拳死了，一拳已经死了。他走不了，他走不了。他在矿场那边。哇！是，笑死！真的是杰克啊！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拜拜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平常我们比较熟，这样真的不行啦，一下都认出来了。对啊，一下都认出是他了。哎呀，这是国王当太久了啊，才会这样子啊。杰克好可怜哦，他当间谍都没有办法当到。直接就被抓出来了。对啊，我现在身份就是曹操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国王，可是我在命令他在做事。你看，一拳做事，一拳是傀儡了。对，你是我的傀儡。升下装备。哎，那我在下面当矿工哦。好，好，因为我刚刚在，我在捣乱他们，我没有挖钱。我刚刚从杰克身上拿了6个手榴弹。哦，他刚刚有没有想要炸国王？想做坏事。对，坏。看一下他们的水下屋好了，啊，他们也用了。他们一定用啦。他应该是用完了才来找我们的弄这样。对啊。哎，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们水下屋是只剩下箱子吗？他们还有玻璃那一些，有没有人可以分一块块牌给我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分一块牛排给我？你没有钱买吗？我就剩一身装备，剩一身搞的装备没了。好哦，随便一块牛排就行了。好穷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很不妙，好他真的是穷到那种声音在，可以分给我。我好饿啊，给我一个吃的。你看你们国王的血量都不是满的。在祈求，一直哭。哎，哈基。啊，你在哪里？哈基在我的矿场这边。在哪里？这个石头缝你没有看到啊？它在这里面。哦，嗨，嗨，他留了2个黄金给我，谢谢。嗯？难道是他吗？他跑回去了。他到底来干嘛的？好了，看来他们的间谍是阿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没有哎、欸、我在炸他们，我在炸他们，我在炸他们。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没有，我用杰克的手榴弹炸他们。来来来，好的，第三个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自己买牛排吃了。哇，你终于有钱了！铁矿挖一挖，终于有钱，好感动哦。嗯，我们钻石矿。杰克就是纯粹跑过来，然后砍我，哎，他多气呀、啊！他就是想来砍你。我什么都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国王，你要不要回满血啊？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找图谱。其实两国的距离好近哦。哎，有了，国王的血正在回了。有。哎，我们两国的矿坑已经连起来了、欸。真假的？难怪他会直接过来。我现在要存30元。我把矿坑堵起来。好。繁星杀人啊！手榴弹，我来炸他们水下屋。哦，看来纳吉是间谍呢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我才刚买牛排。我也才刚买啊，我的牛排啊！哇，都穷成这样，你有什么资源？因为。
因为怎么了？靠感觉。好、哦。嗯嗯嗯。间谍杀手，直接抓出来。对，我吗？你呀、啊。啊，当了几次国王？你说。十三块。哎、欸，今天我的挖矿运不是很好、欸，可恶！为什么？都挖不到，就是没有那种像之前一样挖一下就有黄金，觉得 QQ。应该这边跟的国王不对，是这样子吗？国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，国王穷的要命啊！哈基为什么在我们矿道附近啊？他在干嘛？因为他们矿道不是连通了吗？已经连通了、啊，不是他的那个位置很奇怪、欸，哎，嗯，很奇怪，下面哪里？会，你看右边啊，你看那边，他刚刚是跑到最我现在看的那个方向。诶，是不是有人要下我们矿道？我觉得有诶、欸。然后他按 shift， 我不知道是谁。如果是说现在这里的这附近是哈记啦。哦，他有挖一条通路啊。嗯。诶，他们开始叫厄运水晶了。那为什么？开赌了。是纳迪，是纳迪。嗯。那好奇能不能从这边挖上去？嗯。哦，工匠物资哎、欸！啊，水流下来啦！哇，金砖哦，刚。刚嘴完说今天的运气不好就有金砖了。啊，姚记，被找到了。汪汪，巧克力在我们家矿道那边，他在楼上。汪汪汪那你要不要？那你现在安全吗？不安全。我现在在我们家的船旁边。哦，好。我快死了，你没有食物。这边，回来。吃个，这个真的运气都是用嘴的嘴出来的，嘴一下它就会有了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他在拆我们那个、欸、叫什么工厂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在拆工厂、哦。他想赚400分。嗯，可那工厂其实不是很好拆，很难拆，太大了。嗯，今天在我们家里面想换点食物，箱子里有一些啊。嗯，有吗？嗨嗨！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拆箱稿。我把船开走。上啊，有上啊！他在底下，他在我底下。他在你底下干嘛？他就进到我们矿坑上面了，又想拆，巧克力快死了吧？嗯，那吉干嘛对我丢手榴弹啊？他打死了，巧克力吃肉回血了，哇！那吉，那吉，紧张人，巧克力不要走，好的，他差两滴，他差两滴，巧克力差两滴。他在哪里啊？欸、他在中间吗？哦、欸，他逃回去了。嗯。哎呦，喂、欸，逃回去了，算了。嗯。暖心回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欸、啊，结束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喽。完 OK 喽。好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对面的到底谁是间谍。对，因为看起来都会打架，都会打看起来都会打、啊。杰瑞吗？杰瑞是国王、啊。杰瑞国王哎、欸，杰瑞是国王。然后巧克力会打，哈基也会打。哎、欸，他们要投了。那就应该是汪汪吧？我觉得纳吉啊，那汪汪打的可强的喽、欸。可是纳吉刚刚对我丢手榴弹，但我不知道他干嘛哎、欸。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间谍吧？啊，真的吗？不知道。那哈记呢？哈记好像也不太会打。哈记还好，我是没有跟他交手过啦。对，
因为我刚刚过去要打哈欠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跑掉了。嗯嗯，哦，那可能是他哦，不是他就那集吧？嗯，应该是。然后那集就是纯粹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间谍这样。那、欸、怎么有船漂在水面上，还是被打掉的状态？哎、欸，他们没投到吗？哎、欸，没投到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发现抢中间哦！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！啊，我刚刚挖破，可是被修好了。对。哇，他们有路，我们没有路。哎、欸，是被弄掉是不是？没有，是船那个自动修复。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巧克力跌落，巧克力应该是要下去那下面，然后摔死。我挖掉，挖掉。我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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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下去。等一下啊，冲啊！我们的保险箱够大了没啊？我们好像只有一格。我挖掉了，挖掉了。我们的奴隶生满了吗？还没吧？哦，穷啊，二等而已哦。嗯，好好，我去挖钱生一下。哈基，我在努力的挖。哈基自己人。啊，真的吗？他丢我很多绿宝，丢给我一组的绿宝石。哦，所以他们刚刚没抓到哈基。应该是，可是我觉得应该等一下就被抓到了啦。妈、嗯，等十分钟后喽。魔术。嗯。那还蛮好奇，他们刚开始以为谁是间谍。哇、哦，一个晚上转运了，转运了。我先回来，我先回来。为什么我没有转运？被好运熊猫造访。去洗澡了。我要好运熊猫。你不能自己造访自己啦。这个到底是从哪流行的？我觉得好好笑啊。超莫名的，就之前被什么好运什么好运什么的，什么好运鲤鱼、好运小喇叭手之类的。小喇叭手是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个啦？哎、欸，是骷髅小喇叭手对不对？好运小喇叭手。哎呦喂、啊！为什么这么乱啊？好生气哦！地板还有都不能专心工作了。吃个。我发光就是、啊、还是不要看卡的哦。对啊，发光，发光，有发光，我们发光了。嗯嗯。所以影院你拿了他给你的绿宝石，你做，你打算要干嘛？我想换炸药去炸一下。我想买书柜。哦。可是要用吗？我看一下。我觉得用，如果要用书柜，就要有一个人赶快去用附魔，不然等一下被炸掉就亏了。这里。躲起来。哎、欸，怎么听到蹦蹦蹦蹦？他自己跑过来了。嗯，不是，有人隐形，有人隐形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有人隐形。喂，在你旁边，在你旁边。他跑得很快哦。对，你看他跑走，他跑走了。那边有个人隐形。我是不是应该先上去啊？不要，好，你可以先上去，你先躲起来。好。他想炸你也没炸到，是你觉得会是谁啊？嗯、他刚好像丢太轻，因为我只听到一堆雪球砸在我身上。嗯，你猜。哈哈，要炸死我没关系啦。游泳好难游上去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努力三了齁。还没二而已，二而已。二而已。嗯。那我把身上去好了。好。啊，不对，我才150元。不够。那我剩保险箱好了。哎、哦，喷、欸、出来了。然后我买个书柜，书柜。所以允月要当附魔师啊！哇，我没有钱附魔，可是我可以先把书柜弄一弄。好，那我也领一些钱出来。六一拳要再次挑战当附魔师了吗？我不要，我怕。你只有阴影了吗？没有，钱掉在地上哦。我来买个牛排。有阴影了，有阴影了。不要有阴影嘛，十个，十四个，刚好十五个。嗯。走这个神秘小路。书柜。汪汪，你杀我没有用啊！我身上没东西啊，汪汪。书柜怎么了？把黄金矿挖掉。但书柜不能直接放啊。我是炸弹客哦，你是炸弹客哇！等一下几秒，去炸中间那个啊？不知道几秒？
刚刚是七五，嗯，七五加六十多少？135。好，嗯，树贵是不是保护一下比较好啊？你保护一下，就直接用石头垫吗？你也只有石头可以垫吧？你还有什么？你要问什么？你要黑曜石哦？没有黑曜石的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就留个口出入就好了。35嘛，哇，他有点赶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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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像炸不到东西呢。喵，觉得哀伤。哎、欸，不然敲到那个。哎呀！哎呀！还没炸到东西呀、啊，可惜啦。啊，随便补一补啦。嗯，好了，书柜都用好了，大家要附魔可以去附魔了。好，我还是可以走这个狗洞嘛。哈，我在后面有挖一个狗洞。居然，我先把钱领出来好了。哎呦，我先把书柜放这里。我们应该还没发光吧？还没啊，还没，他们还没在用。还有十五秒。我先把书柜房这里用墙壁挡起来。好。玩塔吧？没有吧？我们等一下去玩魔物。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是旱季啊？今天是不是旱季有点多啊？对啊，今天旱季有点多哎、欸。我才刚买一下牛排，然后马上又没了。然后他们在盖桥到我们的老鹰那边喽。好，应该是哈基想炸老鹰吗？哎，不对，哈基不是，哈基是间谍。那是谁想炸老鹰啊？巧克力啊，巧克力哦。杰克还在挖东西。嗯，好，挖下去挖钱了、啊。为什么？我也在努力挖那么多铁都没升黄金啊？可能跟的人不对。